们平常想吃东西就买，缺了什么就补，或许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可是你有想过吗？买东西这个小小的动作，也可能让世界变得不一样哦。现在农村的小朋友坐在电脑前面的时间是越来越长，似乎离农田是越来越远。在学校以及农民的帮助之下，农村孩子尝试重返土地，开始修一门田间课程。新竹核心国小的小朋友很幸福哦，因为他们每个星期都可以吃到有机的营养午餐，也因此了解到土地跟食物的关系。原来吃是可以改变世界的。今天晚上，我们的岛就要带领大家深入了解一股消费者正在集结的社会力量。现在很多消费者，他其实本身就已经有这样子健康的概念，所以他们会自己找哪里可以找得到健康的食物这样子。我们如果有更多的消费端的支持，那农民生产端的农民转型的会更快。连我买这样的菜，对社会都可以尽一份力，那我就发现说，哎，原来我可以影响社会，我可以影响生产者，可以影响农友。好，谢谢，来送你1000块，谢谢。2012年4月1日，一群婆婆妈妈带着孩子上街头唱歌呼口号，为的就是反对含瘦肉精美牛进口台湾。拒绝瘦肉精，天命要健康。但是我们的政府，它原来是应该为我们国人的健康的食物做把关的责任，但是我们看到我们所支持的政府竟然要带头引进含有瘦肉精的肉品来危害国人的健康，可不可恶？可恶！我人民都来不及了，竟然。在宣传车上轮流演说的是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的许秀娇和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陈曼丽，他们跟大多数家庭主妇没什么两样，平常要照顾家人孩子，也要上街采买张罗生活用品。不过这一天他们上街不是买东西，而是号召消费者团结起来影响政府的美牛政策。柜子上的五谷杂粮，冷藏库里的生鲜蔬果，让人以为这里只是普通卖场，可是眼光望向墙边，反核环保的相关书籍正醒目地陈列在木架上。台湾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就是一个这么特别的地方。从2001年11月成立到现在，在全台湾已经有43个站所，一年购买金额超过8亿元。合作社它的非盈利性格是在于它不追求盈利，但是他以改善他的社员的生活的品质，啊，他当作他最重要的目标。合作社法规定，社员是合作社的出资者，产品只能提供社员购买。一旦加入合作社，社员就同时拥有所有人、经营者和利用者3种身份。为了让社员之间更加志同道合，有意入社的人都一定得先参加入社说明会。我们是一群人，我们一起去找我们需要的东西。在合作社里面，这些东西是经过我们合作社的专业工作人员去挑选出来的，那不是以物美价廉，而是以安全、以健康为目标，然后我们去找这样的农友。目前供货给合作社的农友大约在150位上下，每个人的生产环境、耕作方式和包装运输都会经过层层检验，其中蔬菜的硝酸盐含量更是合作社追踪的重点，只要超过3000 ppm 的标准就会被马上退货。之所以会这么严格，是因为好产品来自好的环境，如果农友把农地照顾好，那么农产品就可以顾好社员的健康。
本来是在国外居住20年，那现在已经重心回到台湾，我是觉得我的整个生活应该要很落实在这一种关怀我们自己的乡土，然后真正的过一个环保的生活。其实在成立前8年，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就已经开始推动共同购买运动。好，我们开始理菜。先那个，你要不要先拿你的？好，因为你的菜比较简单。你今天的菜是豆花，我帮你放在那个冰的这一层了。差不多十样。1、2、3、4、5、6、7、8、9、10样。共同购买很简单，3个人就可以成立一个班。透过3人沉重的力量，定期采买、分菜、结账，利用食物连结起健康友善的生活方式。共同购买不是买东西而已，也是支持农民的一股力量。从一篮菜的配送就可以看出端倪。我们所谓的一篮菜，就是说其实合作社会每一周他会公布说下一周的篮菜的内容，在我们自己的网站上面会告诉我们说篮菜的内容可能是什么，可是那个叫做可能。因为一篮菜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像今天在连续两个礼拜的大水之后，其实我们的菜篮里面就只剩下苦瓜，连丝瓜都几乎没有，然后可能有小叶菜通通不见了。我们等着过2、3个礼拜非常没有菜，甚至一个月很没有菜的，所以供体时间就变成一篮菜很重要的学习。无论是购买班还是各站所，都看得到一篮菜。这份对农民的乡挺是合作社的核心价值，也拉近了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的城乡差距。这里是宜兰县三星乡的稻鸭米产地，在农友的协助下，社员们光着脚丫子上阵，准备要大展身手除草去。稻子，你看它这边，你看它这边有毛，有没有？这就是稻子。我们是消费者，我们知道就生产者这样子，我们了解他们是怎么整个生产的过程啊。那我们增加彼此之间的互相的了解，这样我们吃的安心，用的安心吧。往前走，往前走。抱着小女孩跟大家聊天的是稻田的主人陈文莲，也是有机稻鸭米这个品牌的第一个农民。13年来，稻鸭米在他的带领下，已经加入了12个农民，面积超过60公顷，年产量有1/3是供应给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人1公顷，挂12斤，我挂10000斤就好，品质要够好。我们的生产者需要消费者的支持，那消费者怎么支持我们？就是说，生产者跟消费者能够结合，然后能够认识，这样是最好，会增加农友的所谓的，让他的整个工作的情绪会更高昂。嘿，有人欣赏我的工作态度，有人欣赏我的某种方面的长才，会造成我农友很有心向上，很有心在经营这一块，会提升整个团体的士气。农药和硝酸盐检验是出货前的把关，但是要真正落实源头管理，产地拜访才是关键。透过不定期而深入的接触，生产者会自重，消费者更安心。但是当我以前的话，我不认识这些人，我不会去关心这些事。水灾就水灾嘛，政府会补助嘛，好，那现在不一样。我们合作社因为让我们可以接触到生产者，所以让我们更了解说，这些生产者，他所生产出来是我提供我吃的，如果他没有生产，我就没有这样东西可以吃，或者是不能那么放心。外头正下着大雨，
可是里仁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台北市的旗舰店却是人来人往。那所以我们这边的有一大半的来客数是我们自己的学员，然后还有就是说，因为它本身这一家门市也是我们在北市里面发源的一家门市，我们原来在八楼就一直十几年来有一些老顾客，甚至路过的很多消费者，他们就是陆陆续续这样子经营上来，所以我们一天在这里进进出出的人大概有1000多人次这样子。欢迎光临。1998年成立的里仁，一开始只是一家让消费者自己付钱、自己找钱的诚信商店。然而到现在已经有87家直营店，拓展的速度很惊人，不过每一步踩得踏踏实实。这是因为里仁先把市场打开，让生产者知道有一群消费者会以合理的价格购买，农友就可以放心生产。我们在慈心基金会成立的第二年成立里仁公司，当时是为了就是说他们有一些成效，就是一些农友就是愿意转做有机，可是呢我们就发现说需要有一个通路来帮助那些农友去贩售这些有机的农产品。有机农作物是里仁最早发展的产品项目，在人养地地养人的中心理念下，只要农民愿意从惯行转为友善耕作，里仁一定帮忙到底。以台湾的这个整体的环境来讲，不是那么快能够走到有机，所以你怎么样农友从渐次的哈，就是说愿意少放农药，然后渐次的慢慢的提升到有机，所以我们其实这个分级有一部分也是为了厂商它可以持续的提升，然后呢对我们的消费者来讲，我们觉得诚信也是很重要。里仁的诚信都贴在架上，那是产品的分级标示，像是绿色的是经过认证的有机产品，粉红色的是农药检测无残留的粮食产品。2002年2月，里仁跨足加工业，找业者制作台湾第一个不含色素、香料、乳化剂、品质改良剂、氢化油脂和泡打粉的胚芽饼。然而这只是个开始，从此以后里仁以不添加化学品的原则积极寻找愿意配合的加工业者。我手上的这一个凤梨呢，这个就是欧盟认证的这个 MOA 认证的这个有机凤梨。那我们今天看到了现场的这个，为什么用手工削的这个部分，就是因为有机凤梨太珍贵了啊，所以我们舍不得呢，就是用机器呢直接把它冲孔，把它做出来，所以我们用手工切。豆之家是一家有40年历史的老牌加工厂。对于一般加入香精、糖精、色素的蜜饯制作方式，他们很清楚。不过在7年前遇到里仁后，他们决定不做蜜饯，而是改做天然无人工添加物的果干。虽然说有很多的添加物是属于政府允许使用的，可是我们在技术上面安全上面，如果说可以达到能够不添加，它产品一样做出来一样可以做出来，我们就会朝着方向去做。这样一路走来，其实我们从过去一直到现在，我们从新厂开始再到现在，我们的业绩成长了3倍，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一个例子。那也间接的让鼓励了我们说，我们走这一条路是走对了，这样子。里仁创造市场，豆之家改变方法，双方的合作带来利润，更带来信心。像是这个台湾唯一的蜜炼机，是豆之家花了2000万投资的设备，为的就是要制作回家里的鲜果干。很短的时间里面，我们就可以把水果里面的自由水跟糖分子做对流，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就可以做出非常新鲜而且是没有污染的这些水果干出来。
砂糖与水分的对流，蜜炼出人与人的互相支持和善的循环。透过全台直营店的销售力量，里仁获得好成绩，消费者也正在创造奇迹。十多年来，鲜艳的爱文芒果每年至少为屏东枋山带来十亿产值，可是背后的代价却是大量喷洒除草剂后光秃秃的山头。山上，尤其是山上，就是说你有割草的地方跟有喷草药的地方，它真的有时候下雨的时候，真的比较容易会造成土石流，比较会冲刷掉了。然后最重要就是说，有植被的，有草有植被的话，它也比较会保持水分，然后那个芒果它自然就会漂亮成熟。就像我讲，你把环境弄好，自然就是说你农药可以用得少。不用除草剂，耗时疲累又花钱，所以七年前全面拒用除草剂的郭金龙时常被取笑。当时害他被笑的是环保联盟屏东分会会长洪辉祥。洪辉祥说，保护山坡地要先保护农民，让不用除草剂的芒果可以价格稳定卖得出去，所以他才会从环保圈跳进产业圈，组成绿农的家。我们的友善环境的标准对于农民来讲是一个蛮艰辛的路，但是其实这六七年下来看到他们的变化，他们照顾好了土地，让那个土地不再受到酸害，不再表土流失，我们这种都看不见的这个环境成本我们把它省下来了，那这个其实是我们最大的成就。枋山地区的芒果园有1400公顷，位于山坡地，占全乡山坡地总面积的70%，因此农民的耕作方式会非常直接影响生态环境。国外就是绿油油啦，啊，人也是光秃秃啊，草生栽培就是咱惊那雨水来，咱的土地较袂许干去，啊，你较会保湿。湿度吼，可以保持个水分。啊，咱个山啊吼，因为这山坡底也无水啦，啊，山会较水，啊，较健康安尼。不用除草剂，农药残留未检出，是绿农的家两大原则。可是对果农来说，却是非常困难的目标。像今年，他就是说落山风很，落山风盖头。啊，搁连续落雨，伊咪安尼。啊，至于喷药会不会改善，绝对会改善。只是问题就是说，你想要做出 ND， 或是要效仿日本的那种等级的话，你的农药就是一定要控制的非常好，而且你要做到 ND 啊，几乎就快半年不能喷农药。郭金龙和陈美和是好朋友，也是绿农两大先锋。经过七年的努力，绿农芒果农曾经增加后又消失，到目前为止依然是他们两个。郭金龙有渐渐发福的趋势，陈美和的脸上布满岁月痕迹，绿农已缓缓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但是就是粉嫩粉嫩的那种。第一年营业额才120万，我们到第四年之后呢，大概营业额就有大概有350万了。然后5、6、7这几年大概都还蛮稳定，一年大概都有650到700万的营业额。那今年已经过一半了，6月份了嘛，快要一半。到目前为止大概有快要480万，因为我们目前的农民有58个，产地的面积有63、4公顷，而且还分布在屏东之外，台东、台南还有高雄。这些农民都是他们这个愿意转型。一开始绿农的家只卖芒果，由洪辉祥独撑大局，现在已经有5个工作人员，而多元化的农产项目也发展出可以组合7、8种蔬果的宅配箱。最重要的是，消费者的购买正默默支持保护环境的理念。
像我们平台里面7年来大概有10000个人次，不同的人哦、喔、来买过。我说我如果做环境议题，要认识1000个都很难，不要说10000个。可是这10000个是真的用行动力量来支持农民的哦、喔，而且他们也支持了土地的变化。所以我们现在有60几公顷，虽然看起来好像不多，可是我们的目标很简单，当我们把一块田照顾起来，那就是一个力量的进步。消费者的力量不容易看到，但是就是存在。透过绿农的家，大家共同守护山坡地，走进里人的店，彼此共同支持善念，连结更多好事。跟着主妇联盟生活消费合作社，积极参与更多公共事务，建立公民社会。这些善良的人都相信，只要人们善待土地，未来土地就会善待我们的下一代。